来中国之前，你有听说过福州吗？听说过，但是没有来过这里玩。这是来福州之前，是对福州了解比较少的。我来了之后，我发现福州真的是给了我很多惊喜，就是让我想起了我的国家，因为我的国家也很活泼、很热闹，然后，非常漂亮。看到那个到处都有那个福字，就是感觉来到这里就福气满满的，就感觉好开心那种感觉。非常好。非常漂亮。